下周抖动你爱笑神经的明星有李锐、杜海涛、沈梦辰、王乔。感谢健康美丽喝洒哟，天窝蜂蜜柚子茶对我们都爱笑的大力支持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孙佳琪。大家好，我是李之平。我是高远。爱笑是好心情，感觉吧，笑就是正能量。今天参加我们都爱笑，非常的开心，挺好玩的，然后是一个很新颖的一个体验。请大家每周四晚22点锁定湖南卫视，我们都爱笑。祝大家新年快乐，开开心心，最重要是身体健康，羊年大吉。